张小明做了叛徒，现在的形势非常危急。什么？是他搞的你？难怪王大强没抓。没错啊。停！怎么搞的？这时间太短了吧？人家是我们的赞助商，这么短的镜头，观众怎么能接得住呢？编剧，编剧，导演，我在这儿，赶紧改剧本，要突出这个产品，还要有台词。导演，我们这可是一个谍战剧。谍战剧怎么了？你这个编剧想不想干了？你就加两句。张小明做了叛徒，现在的形势非常危急。什么？是他搞的你？难怪王大强没抓了。我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，把它藏在这瓶家安空调消毒剂里面了。好，我一定亲手把它交给组长。停！这也太不自然了吧！太生硬了，而且产品的特点一点没有表现出来。编剧，导演，我在这儿改剧本，把产品特点表现出来，最好还要加上使用方法。是导演。张小明做了叛徒，现在形势非常危急。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有什么不同？感觉空气清新多了。这是因为我用了家安空调消毒剂。哦，怪不得，我也经常用它。家安空调消毒剂专业解决空调散热片污染问题，它有强力气压喷嘴，轻松一喷，迅速瓦解污垢，彻底铲除病菌，中草药更安全。停！哎呀，自然倒是够自然，这个产品特点也有所表现，但是还不够吸引人。还要吸引人？对呀，我们还要把片子放到网上做广告呢。不吸引人怎么行？那要怎么才能吸引人呢？哎呀，这个简单，加点红眼睛、三角恋什么的不就得了吗？再说咆哮体现在很流行，加点咆哮体，再加点私奔体。导演，我嗓子哑了，没法咆哮。没关系，我来。张小明做了叛徒，现在情况非常危急。什么？是他搞的你？难怪王大强没抓了。哈！这下让我抓住了吧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上班去了吗？哼！想给我戴绿帽子，没那么容易。我早就觉得你有别的男人，所以我特意躲在这里。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。那你告诉我他是谁？他是来洗空调的。洗空调？你别开玩笑了，空调还能让别人洗吗？难道你不知道自己用家安空调消毒剂自己洗吗？拜托！自从3年前爱上空调之后，就从此踏上泥马，不归路啊！谁跟我说空调不需要维护的？哎呦，半年就有灰尘细菌了，有没有？锅里我脏了，拆下来洗，洗完后灰尘细菌还是往外吹啊，有没有？你们才知道散热片里的灰尘细菌比锅里我还多，有没有？散热片洗不了啊，这空调还开不开啊？后来终于找到了家安空调消毒剂呀、先打开盖板，卸下玻璃网，轻轻一喷就行了。10分之后开启空调，排水管就自行排出污水了，很轻松很方便，有没有？会用家安空调消毒剂的男人上辈子都是折翼的天使，你伤不起啊！我受不了了，你带我走吧。好，我们私奔吧。来人啊，有人私奔了，抓住他们，别让他们跑了！快来人呐，私奔了！还有没有人管啊？